Hello， 大家好，咁今次咧就要玩呢个 Pixelmon 啦，咁即系呢个 Minecraft 版嘅 Pokemon 嚟嘅。咁我咧今次咧就系单人游戏嚟嘅。咁我下次睇下有冇机会邀请你一个朋友一齐玩啦。咁我依家就自己先试下先，咁之后再同你一个 friend 睇下有冇机会玩一下啦，系啦。咁呢一个咧就系其中一个地图嚟嘅，系啦。咁我之后入咗去先啦。呢一度就有几多世代呢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个世代。咁当然就揀第七个啦。OK。咁我当然就揀球球海狮啦，唔使问㗎啦。好，咁就揀球球海狮，等下先啊，等我等下。咁因为呢一个系一个地图嚟，所以呢，哇，点解你望住我嘅可以？咁高科技嘅，佢可以咁样望住我喎，系啦。咁呢一个就系一个地图，英文地图嚟嘅。咁所以呢，其实咁好多嘢我可能都未必知嘅。呢个咩啊？测试嚟嘅，讲啲咩啊 ？Hi there, have you talked to me right now?你已经 download 咗地图啦，咁啊呢一个系更新咧，新增咗呢个咩啊 ？day 咩啊 ？day care 啊 ，room for you 啊，咩加咗喺你嘅徽章定 battle hotel？ 我唔知呢啲咩嚟嘅，唔识英文。OK， 我希望你咧享受呢一个新嘅地图。好，OK。一大部分我都唔知有乜嘅，其实。我、welcome to Pixelmon， 嘟嘟嘟嘟 ，this a puzzle 咁啊，冒险嘅地图啦。咁啊，呢一个嘅地图咧有好多一啲嘅地方啊嘛。咁就有八个道馆，咁应该系四大联盟啦。咁就仲有一个剧情故事嘅。佢讲咩啊？呢度？哇！呢度我后制整啦，因为我唔清楚呢、這个呢度系讲啲咩啊？即系大致上会知，唔可以，即系唔可以太过，即系唔会话太过了解咯。我系啦，未完全了解得晒。咁我到时后制整嗰啲字幕出嚟啦，系啦。好咁啊，呢三本嘢就系一个规则啦。呢、這个系重要嘅笔记，呢、這个系咩啊 ？Gym 呢个咩嚟噶？其实佢讲，如果佢就算话讲系一啲咩秘笈，我都唔识睇嘅。其实系啊，因为太多英文啊。If any important China， 睇下先，尝试离开呢个地图，并且咧重新活阅读，重新运作，系啦。咁简单啲嚟讲，就系话如果有一啲紧要嘅训练家或者紧要嘅铺头嘅职员咧。你冇办法触发佢哋嘅对话咧，你就尝试重新开呢只游戏大概就系咁啦。咁、那个 lose 系咩啊？呢个系咪啊？系啦，呢个规则啦。Big Sur the game 咧喺呢个咩平安咩呢个叫咩啊？和平模式嘅应该系叫做 Do not use your Pokemon to fight over。OK。好啦。我哋到时再睇下佢讲啲咩啦，睇下到时佢讲啲咩，因为太多英文我唔系好识。好，咁一入到嚟咧就有一个博士啦，哇，有个黑暗嘅道路 ，OK， 咁有鬼嘅大佬，嚟啦，你好啊，呢个冒险者，欢迎嚟到呢个 Pixel 网嘅世界啊。咁呢一个这个世界咧生存咗一个生物咧就叫 Pokemon 啊。睇下先佢讲啲咩啊，最后。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地区来的，他说有很多不同的精灵啦，这里你可以用他们战斗或者跟他们做朋友。那在这个地区呢有八个的道馆啦，那有那些馆主等着你去挑战，哇捉得太快看不到。那他收集他们的徽章啦，并且呢去通打这个四大联盟做冠军的。什么啊？你首先要开始，哇哇唔得，啲字好难睇，我觉得啲字劲难睇，所以我睇得好辛苦。佢咪轻咗啊？我冇事，翻到嚟啦。You are ready to start your adventure， 即系冒险。Make sure 咧 ，you stop by my lab， 系啦。To get your beginning chain 啦 ，submit 系咪啊？我唔识读嗰个字，唔知系咪。Set spawn， 重新点 ，OK？ 呢啲咩地方嚟啊？哇！屋企自杀可以，屋企自杀 ，Nintendo Switch，
有 Nintendo Switch。呢个系我嘅屋企啊嘛，个屋企几好啊，都好似几大咁。哇，有 sofa， 呢个应该系 sofa， 冇得坐，我识系。呢个应该系地毡啦。我校翻慢啲，校翻个距离近啲先，因为佢好窒。呢个好啲，哇，呢个系我妈，食只鬼咁样佢。呢个又系电视嚟啦，唔使问。哇，咩佢跌落嚟嘅？哇，你边个啊 ？Good morning, honey. I hope you have fun.OK, make sure you stop by every once and a way to 咩啊？真系唔记得咗你老豆咧喺度等紧你，俾个俾个等紧你去俾个 surprise 佢，俾个惊喜佢。呢个咩东西嚟噶？喂 ，Oh my god！ 得到咗精灵球，呢条鱼攞唔攞得啊？等我一阵，我改一改个模式先啦，得啦，锁咗啦，咁即系基本上冇乜问题，好，我哋可以继续行啦。咁依家呢兜水嚟噶嘛？好，我使唔使较大声啲咧？啲声，因为头先较细咗啲音乐，咁啊音乐就应该唔会话系啲 Pokemon 嘅音乐嚟咯。虽然唔知，但我哋都照开。OK， 咁我哋走咗咯。呢个系一个新嘅地区啊嘛。哦，呢度已经有埲墙顶住咗，唔俾你行啦。因为知嘢拢嘢啦，周围想行啊嘛 ，Minecraft 啊，以为系，哦哇，呢、這、一个鱼都，喂、欸，嗰只咩噶？嗰女系嗰只比卡超咁嘅嘢，妖精嗰只比卡超，好，我唔记得咗嗰只叫咩。依家我哋就可以随住呢一个嘅楼梯咧向下移动。咦，见到第一个敌人啦，呢、這个系咪敌人？好，嗯。佢、okay, 唔知佢讲咩，总之佢就话咧，佢知道我嘅旅程有啲咩系需要，有啲咩系重要，大概就系咁啦。我唔系好清楚佢讲咩，其实呢个人哋屋企嚟噶，啊，佢就话揾咗一啲道具喺一个道喺一个宝箱入面，咁你个箱呢度佢系咪咁讲咧？我唔知道。好，我唔理啦，走啦。有啲嘢有叫，哇！蜘蛛 ，Oh my god！ 水系啦、啊，水枪，使出去吐丝速度被降低，一只水枪喷落去，哇！好似咁渣咁嘅，诶，赢咗啦，赢咗啦，全部拿走，得到线，呢啲书掉走佢啦，精灵球唔好乱咁掉，精灵球应该系打嘅时候先用到噶嘛，唔会喺战哦，哇！小刺蛋听到，哇！土狼犬啊！好，几有趣啊！我而家喺呢个地方度，哇！呢、這个系咪打交啊？写住五咧，望咗做咩啊？我唔同你打啊！呢、這个咩啊 ？James House， 啊 James， 哇！交换者给予呢个嘅 My JR 系咩？唔系、啊，呢、這个 Me 呢个咩啊 ？Me JR 点读啊？呢、這个字咁啊，佢嗰只就系摩尼尼啦，换下比较出，喂！你个打靶仔，喂，大镬啦，俾人软禁咗喺度添。喂，我唔够佢打喎，呢只水系嚟讲，我哋瞓觉先。甜美的梦，正准材啦。好，喂，肯走未啊你？应该唔俾破坏啊。喂，你走开啦，走开啊！唉，试下打下佢啦，试下逃跑咁点？试下逃跑，哇，俾人撞，喂，打佢，呢个打靶仔，打佢，搞掂啦，正蠢材啦，屈住个门口，荧光粉又红色同荧光有咩用咧？我都唔知道。阿师呢度肯定可能会有啲隐藏到，哇，有只狗冲出嚟，狗冲，哇，咩事啊？无端唔知扯咗去边？嗰啲咁嘅老鼠仔，烤羊肉，点解你身上会有烤羊肉咁犀利啊？老鼠，喂、欸，呢只都有，哇，喂咩啊？哇，大光蛇喺上面嘅、啊、大佬，喂，乜嘢事又俾人，又唔知俾人扯咗画面，
一条咁绿毛虫，水枪咁都唔死咩？我仲要慢我只绿毛虫，有咩道理究竟？好，呢个整得几靓啊！哇，佢大钢蛇喺上面旋转，哇，打交佢哋，我哋走紧系。哇，呢度下面有啲咩啊？哇，蝌蚪嗰啲，呢啲系昆虫，阿里多斯。呢啲系咪要打交？呢啲咪会打交？咁似头先条友嘅呢个，啊，要做咩啊？雪拉比喎，系咪有人保护紧佢？佢个脑子死，我哋唔好理呢个咩噶？插入唔知啲咩锁匙入去呢，這个，跟住就会开启呢一个位啊。以我啲工作找出麻烦，就要将佢哋绳之于法，小心呢个精灵小偷同埋骗子。呢，這个就系军杀，即系呢啲系属于嗰啲工作人员啊。是不是即是那些叫做特别少少 MP， 咦，这个什么洞来的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徽章的道，徽章的房间，这个他门口写。我不知道有什么用来。好迷茫添加我。我现在要去哪里？不要啊。哇，有大钢蛇，哇，想挡住我路，这个友仔。好，上来这里，究竟这个是什么地方呢？阿妈，啊，呢个我屋企嚟噶，唉，系喎，顶我都唔记得咗添。呢度，诶，喺呢度啦，咩鬼狗？诶 ，I don't understand what my dad 哦，佢话佢想同我打交喎 ，OK， 咁依家第一次应该同阿博士倾偈先系嘛？啊，你搞啲咩精灵啊？琴日，咁咧喺个宝箱入面咧有一样嘢俾你嘅，咁啊我仔 Terry 咧就想同你打交嘅 ，OK， 咁似同你打咯，死紧啊你同佢讲，哇，咁多正嘢嘅，点解可以？系咪全部攞得噶？定系攞一 set 噶咋？我试下攞一 set 先咯，既然系咁，一 set 系点样？咦，唔系喎，咁如果佢真系应该系俾我攞晒，诶，我哋唔好咁贪心，我哋攞。攞两 set 算啦，系啦，咁呢度留翻俾佢咯。咦，唔系喎，多咗，系啦，应该就系咁啦。八个精灵球，两个 ，OK， 唔好拎咁多啦，加强自己嘅难度。咁呢个锁，呢个地图，哇，呢个地图几似样 ，OK 喎，唔错，画得几靓啊，俾满分，打交啊，打交啊，靓仔，哇，电击手你唔系话，大镬啦！你竟然用电击兽咁串，喷死佢！哎呀，争最后一下死得两步 ，Oh my god， 死咗！回血唔该，请即刻帮我回血。哇，叮叮叮！中介商呢个咩人嚟噶？哈利特呢个男人嚟喎，呢个呢啲打唔打得噶？上次我想捉个波克比，唔系波克，冇黑鹰啊，百变怪。挑机啊，靓仔！满血状态，我仲会输俾你？吓、啊，我打百变怪，我明明打一条友嘅，咁唯有捉咯，一系捉唔捉好呢？算啦，唔捉啦，打死佢啦！百变怪冇乜作用，其实老实讲，除咗生蛋之外，呢度有冇生蛋 ？Minecraft 有冇生蛋 ？Pixel 网入面搞掂，升咗 level 啦，史莱姆球。挑机啊，靓仔！每日净系可以挑战一次，黐线，惊输俾我啊，靓仔！阿四呢幅咁嘅地图，我想知点睇呢度会跌色？哇，好嘢！呢幅地图点样睇啊？我都唔识睇。喂，咁快又要打交？哦，使出去吐丝，打色啊！原丝猪，劲难读个名。啊先啊，我望一望先，望一望地图先啊。我而家地图个位置应该系左下角啊。咁但系我点样行呢？我真系唔系好明白。喂，使唔使咁快啊？系咁俾人打喎、啊？点解系咁有人打我嘅？我啲热爱大自然啊。OK， 唔好成日打我得唔得啊？呢度系咪另一个地方？喂，又你？呢啲鸭宝宝都同我打，咪傻咗啊！你哋妖精，
你睇下，咁啊俾我攞条羽毛啦，你话抵唔抵，值唔值？呢个系咪我哋头？呢个系头先落嚟嗰个位，我记得。咁呢个咧，呢个唔知边个屋企啊？我记得好似系啊，呢个唔知边个屋企，佢冇写到名。呢度系嘛？去呢个大门口系嘛？跟住我哋就去其他地方啦。好，咁但系我哋今集时间嚟呢度先咯，因为我要睇下剧情上会唔会有啲我理解错嘅嘢，咁啊到时之后就玩第二集啦，系咁先，拜拜。